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继续这个讲四世品啊，第三。这部经的第三品经呢，叫四世品。佛经里头有些每品的那个品名，他在给他下品名的时候，有时是照他的内容来下。有时候呢，是照经啊，这个里头文字哈，它所表现的形式来下这个品名。像这一品经哈，四世品，它是每一件事情，它都提到四件事情啊，四个因素，所以它在那叫四世品，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有些呢，那么这个。他要表达啊，这个他的这个在这一品经里头，佛一直在谈，比如说啊，这个《华严经》一开始啊，他讲四祖妙严品，他是在讲这品经里头谈的是谈世间主啊。那么所谓的世间主，并不是只有一个主，就是好像管束。统合了所有的一切法界，不，世间主是每一个啊，这个所有有情众生哈，到从佛界一直到这个我们娑婆世界，乃至于这个往下的十法界里头，每一个人在觉悟的时候都称为主的一部分啊，所以他叫世间主啊。那么它的内容，有时候呢，一品经。那么这个他只是在谈一个某一个圣地，那就是谈就某一个内容而谈的啊。那么这个光只谈一个，那就讲四圣地品，就是为这个内涵而下的。所以下一个一品经的一个那个品名呢，那么它有各种不同下品名的这种方式。那么四世品呢，就是因为他谈了在这个念佛里头啊，那么佛，那么这个，那么前这个前一个呢，那么谈到了所谓行品这个课题。那现在呢，他这个行品讲完了以后，他佛陀呢就再叮咛一下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就是前面讲的行品跟着它而来的，所以叫做四世品，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你从读经里头，你看到说佛当时在说法的时候，他讲到这个地方，然后下一次，哎，他会称信，就是他当时想到说，哦，这件事情还很重要，还有一件事情交代，就交代，就这样子交代。那么行品里头啊，那么谈到要我们怎么能够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得到这个所谓的佛力沙妹。那么现在是这个四世品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啊，佛呢紧接着呢就叮咛我们啊，就是菩萨呢，那么如果有这个四世啊，那么这个能够集得沙妹的念佛沙妹的方法，大概在这个地方有四个向度来解释。第一个呢是信心坚定，第二个呢是坚行不息，第三个呢是结伴同修，那么第四个是广弘佛法。在白话译本里头，第三个啊，他利他为怀，我觉得用结伴同修比较符合他原来的意涵啊。那么当然这也就是因为白话本他重新去把它啊，给他下了一个标题在那个地方，其实原来经文并没有下这个标题。我们来看看信心第一个部分，谈信心坚定这件事情。佛谈这个信心坚定，他告诉我们这个念佛这个法门
其实你要修禅，要建立这个信心，你还比较容易。要念佛建立这个信心，在现代人啊来讲的话，反而比较不容易。为什么说呢？因为现代人呢，自己以为知识懂得的很多，自己以为知道的很多，所以他说要只靠一个佛号念佛来达到与佛应感，来达到这个修行的效果，然后再去从平常生活当中再去行持。那光是要建立那个信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好多人啊，这个你跟他谈禅，他觉得啊我还可以接受啊。打个比方，比如说吧，在企业界里头，你谈禅去谈禅，那这个很多人愿意来听，而且接下去他说这个禅味对自己的啊这个修行，对自己的灵心灵上的一个进步，对我在工作上的创意，以及对我健康上的好处，他感觉到很可以接受啊，所以他反而比较容易建立这个信心，这个信仰。所以这个最近的这个啊，就说这差不多在这个1980年代以后啊，慢慢的一直到现在这30几年来，台湾的企业界对一个禅修，甚至好多企业界里都有禅堂，主要原因也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不容易在企业界里都看到有念佛堂，但是呢，念佛堂哈，你真是讲起来的话有这么简单，你念佛你心就可以跟他感应，为什么这个法门你不想学呢？大家觉得说这些东西好像他们感觉到好像这东西太宗教化了，但是他们只是哪一个太宗教化了，可是他又不了解宗教这两个字，宗就是生命的宗基，生命的第一义地，教就是教化，就对这个生命啊，这个来去啊，那的第一义地，其实用这样来说也不是很能够说服人的。但不管怎么样，人心理上总觉得啊，有一点自己觉得说，如果不符合我的啊，这个从小就是科学的训练的这样子，那我自然而然就不容易对他产生那么强烈的信念。不过各位，你今天你能来，是你的智慧很高超，才有可能你今天会来这里，愿意来听这个念佛这个法门。信心坚定这一件课题，你看有哪一门修行不谈到信心？禅宗也是要谈信心啊，所以一谈信的时候谈信心明，是不是啊？一定是谈这个信。你说华严信是多么重要啊，信为道源功德母，那一定要从这个信开始啊，是不是？那你说你要修密，那密更需要信啊，你也没有信就没有应 没有彼此之间的感应，这个秘密意义又怎么能传呢？所以信啊，能够养一切诸善法是透过这个信而来的。本经呢也是在这个地方特别佛称信的提醒我们，就是这个信心非常重要。你这个信心啊，信念能够坚定，这就是信心。有了信心，你就可以精进不懈啊；有了信心，你就能够产生超然的智慧；有了信心呢，那么就容易跟善知识一起啊，来这个来学种种的佛法。所以这个心意坚定的所建立的这个信，在这部经里头有四件事情，说你如果做到的话，那就是真正的所谓你有了信心了。那这四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啊信念坚定；第二个精进不懈；第三个是超然的智慧，不是普通的这种智能，是超然的智慧；第四个呢是随善知识学，你愿意跟善知识一起讨论佛经、讨论功课。你能愿意这样，这表示你对佛法有信心，有这个信念，你信得进来，你才有可能办得到的。那么
在这部经里的有事事，所以说有这个事事就能啊，那么真正建立的信心的意思，我们来看看。坚定信仰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可是这件事情讲起来，大家不容易那么容易，就是说，哎呀，你要信，你要对这个念佛的法门啊，要建立一个坚定的信仰跟信心，坚定的这个信念在那个地方才可以。是，现在在佛法上，如果我一念可以那么坚定的这样子去这个面对佛法的话，这样子的人不是短短的时间啊，那么他的修行是多少劫来，他就已经接触佛法，才有可能很容易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所以诸位，你在这个法堂上，你能够接触这个法，其实那个因缘是很殊胜的。我讲一点科学的实验给大家听啊。信心、信仰、坚定的宗教信仰这件事情，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啊，一位这个心理学家，他做了这样子啊，他发表了这样一个研究报告。他呢，总共去找了跟这个信仰啊，就是信仰跟人的健康、人的心灵、人的一些生活调适有关的这些东西来，然后呢，那么总共呢，他找了29个相关的研究，这29个相关研究包容的有125000人，啊，就是这些研究里头研究过的。这29个研究呢，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现象，就是在研究信仰的参与度。你看哈，我们来看，我为什么会特别找这篇报告、研究报告来给大家讲呢？一个人他愿意去听经，就表示这个人的参与，就宗教参与度哈是高的啊。当然，一年只听一次，那我们不能讲它高；一个月只参一次，我们不能讲它高。它是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每一个礼拜他都愿意去参加啊，那么去听经啦、查经啦、啊参与宗教的活动啦、礼拜啦这些啊不同的宗教，不是只有一种宗教他所建立的。那么你看啦、啊，这些这个人呢，他们找出来的是，都是每一个礼拜都会去参加一次的，啊，至少会参加一次，每一个礼拜会去的。这些人，我称他叫宗教参与率是比较高的，宗教参与越高，信心通常就越强。啊，阿善说：“我有信仰没有错，但是哈、哦，我只有什么事情才去一下，我平常很忙，我没有办法。啊”那就我们不能讲说他的。这个坚定的信仰，就是他的参与度低，他不能讲说他的信仰是坚定的。这些人他们无论如何原则上有特殊的情形，他们才会停止啊，那一次他缺席，要不然他们都会去的。那这些人呢，那么找到的这些啊，这个透过这29个研究，那有125000人，这些东西呢都是追踪到啊20几年，接近到这个20几年的这个时间，长期把它追踪下来的。那么我们发现呢，这些人他们在各个不同的年龄层里头所表现的，他们的死亡率比那些参与度低或没有信仰的人要低30%。就是说他们的身心的状况通常维持得比较好。那么有一个人呢，另外有一个研究啊，叫 Strawbridge， 这个人他呢追踪的这个参与率很高的这些人哈、啊、他也是追踪的这个数字呢也
追踪了10000多个人、啊、他追踪了20年、啊、这些高参与率的人呢，比那个低参与率的人呢，他是完完全全只追踪他的死亡率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他的死亡率呢，那么低的宗教参与率跟高宗教参与率，高宗教参与率的人、啊、那么他的死亡率比较低，低宗教参与率的人比别人高36%。那么这样看起来的话，我们觉得说，为什么寿命这件事情也代表着啊，寿命这件事情也代表着他的身心调和跟适应环境的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了。那我们来看看还有其他我们看到的研究是这个样子，高宗教参与率的这些人啊，他们高血压的几率少40%，啊，就是指这个参与率都是指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建立的，他们是属于这高宗教参与率的人，他们的情绪状况啊比较稳定，情绪的健康表现得比较好，免疫系统表现得比较好，他们较少住院，而且在医院里的住院的时间也比较短，啊，这些人他们戒烟的比例就是啊，他们愿意戒烟的比例，戒烟成功的比例比较高，酗酒的少，运动啊，健身有运动健身的习惯的人也显然比较多，而且这些人他所得到的宗教支社会支持，就是人际支持上的温暖也比较高，就是因为这些因素，我们更感觉到这些人他们在整表现的整个生命或生活上的一个正向的角度表现的确实是比较好的。那么他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有个坚定的信仰，但是话要说来，一个人有了坚定的信仰可以产生这些东西，可是坚定的信仰啊，这个的人他们又怎么样呢？在死亡学上，那么这个研究里头，那么也有过类似的这样子的发现，就是平常他们宗教的参与率比较高的这些人，那么死亡的时候后来又回阳的，我们现在只能够从死亡又回阳的人那边来做临床的误谈，那么我们就发现那些人他们接触到光的那个部分的比例也比较高啊，有些人啊，这个在死亡了以后他只感觉到都是他脱体了，然后他进入一个比较昏暗的世界啊，有的人是说他来到了一个昏暗的世，不是很亮丽的世界，好像要过一道边界，他要过边界的时候被人家啊，被那边来了一个很严肃的对他看起来不友善的一个力量把他顶回来，有人是要过一个桥啊，那么或者有人是要过一个船渡河要过去，可是这个时候很远很远的地方大部分都说他的祖先他的从很远的地方把他喊过来说这不是你来的地方，那么可是另外那些人其中呢，那么这个有1/3的人他们会来到光的这个世界，而这些光的世界的这些人大体上他们平常待人生活就仁爱的态度就比较好，信仰也比较参与率也比较高，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他们似乎来到光的世界，而这个光的世界啊，每一个人回来的原因都不太一样，有的人说当然那个地方这个光的世界没有办法像人间的这个你现象界的来看它是非常喜悦非常祥和的世界，他说那里的存在人间没有语言可以表达，你想你根本没有那个经验你怎么去表达那边的东西呢，
因为语言只是约定成熟，用我们有的这一现象这些东西来表达，但是那边是你完全，所以我们佛法讲叫不可思议的意思，言语道断的意思，大概也指的是这个。但是那一个世界里头，那个光跟这个当事人啊的一个互动里头，却大部分围绕这两件事情。你到人间，你过得欢喜吧？你有没有很欢喜？第二，你到人间去有没有好好的去爱，去爱人？啊，那么你不觉得吗？这些人回来说有很多原因，有人说那个光跟他讲说现在还不是你来的时候回来的，有人说他突然间想到他家里还有小孩子，还需要这个照顾的，所以他说要赶快回来就回来了，也是有的说这个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突然间觉得我想要回来就回来，有人说有一个力量告诉他说现在不是你来的时候，然后回阳的。这些人回阳了以后，不管是到光的世界还是到昏暗的世界，几乎90%几的人通通有了很大的觉悟，觉得这有一生之年他必须要好好的用爱去生活，用慈悲去生活，而且他们内心里头有更大的信念，他们愿意去啊，这个用啊，在他们的人生里头要过得喜乐，而且他们更觉得自己有一个宗教的信仰，他所找到的这个宗教的信仰就是他最大的一个依赖，也就是他未来的引领啊，也就是他人生的光明的那个灯一样的啊。所以这么看来，他既是我指引我们的，或者是他就是一盏灯，或者是他就是佛光普照的光，但不管怎么样是各种不同的宗教，但是在我们所研究里头，这些人开始对信仰他们的坚定是令人感觉到说他不是啊，我们从研究上里头觉得是他们的坚定信念变得很强。那么第二个谈到精进不懈这个问题，这个要得念佛啥呢，就是要精进不懈啊。可是这个精进不懈呢，那么这个又怎么说呢？一个人啊，他每天都愿意，他有所对生命有所体验，他愿意精进不懈的去做一些努力啊，那么这个念佛，可是事实上念佛是不是可以让你真的产生了你越来越坚定的啊，坚定不懈的继续念佛跟修行呢？是会的，因为你每天都念佛，你自己的慢慢你感觉到你的生活有些改变，你的整个的一个生活人生的态度也有些改变，甚至你感觉到周边有些事情似乎越来越感觉到比较能够顺利啊，那你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精进去建立这个信仰，精进去做这一方面修行的一种力量。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力量呢？在我们现在能够研究的这个领域里头啊，宗教几乎已经变成哈，在这个研究上啊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了。宗教为什么会产生啊？精进的人的信仰啊，或在信仰上产生精进的这种态度，它是怎么来的？这个心理学家注意到这个问题，研究到这个领域里头来，他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脑子在面对我们林林总总的生活啊、工作、待人接物，乃至于人生的种种大事的时候，我们都是靠着一个机模啊来面对，来因应它。脑子里头产生了这个机模叫 schemas，
这个机魔，我这个机魔啊，我碰到了我的人生啊的，比如说我很顺利，我比较容易接纳，碰到一件我很喜乐的事情我容易接纳，我碰到一件事情我很顺利的事情我当然容易接纳，但是如果我碰到一个大的打击，碰到一个大的挫败，我碰到一次很严重的失落，我碰到一次非常严重的健康上的难题，那通常我们没有办法同化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接纳，我们用普通的话来，一般的话来讲的，我不能接受，我不能接纳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接纳，然后两只手一摊，两腿一软，就垮下去了，崩溃了，崩解了。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遭遇。在座我请问，遭遇已经遭遇到了，有谁可以选择？遭遇没办法选择。再说有哪一个人可以举手说我可以选择遭遇，那你就不必在这里了。人生当中的种种遭遇就是已经遭遇，没有遭遇的就是现在根本不存在，已经遭遇的才有，所以你没办法选择遭遇。那你在人生的无常种种的变化啊，那么生老病死啊，那么生住异灭的这种变化之中，那么同化力好得很，他很快就能够接纳这件事情，我的脑子能接纳这件事情，我才能够把这件事情移到我的资讯处理系统来，好好把它看清楚，知道怎么解决，然后我努力去做到我能做到的程度，而且我内心里头不会抗拒它，这是这个人的心胸就变得很宽广，而且人生才能够开拓的好，你说对不对呀？那么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心灵上啊，说这个人的心胸宽阔，这个比较宽阔，心灵上比较啊这个强壮丰这个宽阔的这个人，他碰到了任何意见不同的打击的、委屈的、失落的、重病的这些东西发生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宽阔比较大，他很容易就可以接纳他，接纳他以后他就容易去处理，但很多的人是没办法接纳的。所以我们发现一个人在他的人生里头，不只是在人际关系上，在健康上，在工作上，在做人的态度上，我们发现心量越狭小的人，同化力越低，他对于跟他啊，对于种种的威胁、种种的挫败的东西呢，他的一种排斥性变成非常的强，所以那个东西还没有要打垮他，他就已经跟他拼到你死我活了。这个身体，我们人的身体不只是脑子，我们人的身体在对抗我们周边生活的时候也是一样，我这个身体我碰到了外来入侵的一些啊，这个病毒或细菌进来的时候，我这个身体的免疫力很快的可以去接纳它，我知道怎么去处理它，这个身体就比较好。但是一来了，我全身都变成紧张，全部都在发烧的状态，全部都在一个扰乱的状态，那么而且一直要想把这些病毒给排斥出去的时候，那么身体里头一点抵抗它的能力都没有了。各位，你听懂这个话吗？美国癌症医学研究所的这个所长西格尔，他怎么说？他说，一个人，这个他得了癌症，癌细胞正在发展，但是这个人，你告诉他，我现在在治疗你的方法就是要杀死这些细、这些病毒啊，杀死他。他最后发现，这样子的方式，这样子的心理治疗、心理諮商的帮忙，效果不大。为什么？因为他突然间有点领悟了，他发现这个病体每天想着他的身体变成一个战场，
一直都在打。后来他改变了一个方式，他说我们告诉病人他有，但是已经处理过该有的啊，手术也处理过了，这个病灶已经拿掉了，这个该做的化疗，该做的其他的这个标靶的治疗也通通都做过了。那么好，现在剩下一点点残余的，就好像几只野狗一样，你不要理会它啊，不是不理会它，而是你不是用跟它敌意的方式，内心里头每天想跟它对抗的方式，它像一只野狗，你要慢慢的接近它，跟它打招呼，变成用有爱的心，最后去消化它，你要接纳它，然后它会变成你的朋友，它变成一只义犬，一只忠犬，你到哪里它都是守护你的，变成很好的，你要用仁爱的心去对待它。后来用这种方法了以后，这个力量越来越大，这些东西就处理好了。生命世界里头有敌意的人，他比较不容易同化别人给他的敌意的行为或敌意的事件，那么心量广大的人他比较能同化这件事情。他会想着说，这个人他之所以这样，一定他的想法是可能是怎么样，那么他可能在这一件事情上他可能感觉到自己不舒服或者是怎么样，他不是想要打击他，而反而说我应该能够了解他，同化他，去处理他，那么他就会产生智慧。所以我今天在谈这个精进这个地方的时候，照佛经的这个内涵来看的话，我们每一个人本来有这个叫机模，叫 schemas， 我能够去同化我周边的这些事情，我所碰到的这些大的事情，人所碰到的一些是自己重病，周边的人最亲爱的人死亡，或者是碰到严重的自己年老了以后的无辜跟沮丧的时候，有的人会心量广阔的接待他，也很好，难得，我现在我只好好好去面对他，他走了我必须要好好的调整我自己的生活，我会知道怎么去调整自己。那些人他们的人生看起来反而比较是精进的。那么学佛念佛的精进也是一样，有的人念佛一念下去以后呢，就是我都听你的，我每天念佛我就赖给你了，这不是念佛。念佛我在心念的必须，这个真正的信仰是如此的精进，精进到自己可以愿意是我知道我会变得，我的心量会变得广大，我知道会去面对我的生活，甚至也会感觉得到说我能够如此的做，能够悲智双运的去面对我的人生，那么这件事情就等于念佛，这件事情就等于佛的力量会进入我的身边。他是说念佛的啥呢第一个是在这个坚定信仰上，第一个呢是你信仰的坚定，第二个呢是精进不懈这件课题上。所以精进就是正向的一种态度，所以现在好流行都在讲这个 positive psychology， 叫做正向的心理学，也就是这个意思啦。那么透过这个正向的，我们才容易产生智慧。我刚刚讲的大家应该很清楚，我比较正向的时候，我反而比较容易去接纳这件事情，同化它，拿到我这边来，我怎么处理它，然后我可以好好的建立一个我应该有的回应，我也同时累积了我怎么样去面对我的人生的一些智慧，所以这就接下去就产生了超然的智慧，而这个智慧心量越来越广大它那么就越来越宽，那就是有了这种更超然的智慧出来。那么这个一个真正精进的信仰要跟善知识学跟善知识学是多么重要各位，我们大家在这里
一个礼拜有一次在这里共同在这里努力。那么善知识是谁？净空师父是善知识，我们向他学，我也向他学。所以我每一次讲经讲完了以后，维诺总是要这个礼谢法师，是不是？我礼谢法师，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互相谢谢。为什么？因为我们结庐念佛啊，我们在这里啊，有师父带领啊，是不是这样的呢？好，那是彼此之间也互为善知识，因为来了彼此之间互相鼓励啊，互相的提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跟善知识学啊。那么这位医学教授呢，叫做 Koenig， 这个 Koenig 在研究啊，他本来他是研究医学的，可是呢他治疗了好多危险边缘的病人，克服了他，有的是重创，有的人是重病啊。那么他在处理这些病患完了，然后就看到他好起来了，最后克服了疾病，他就会问他，你觉得你能克服这个困难是最大的原因在哪里？不同科别的人呢，他偷偷过去问，结果问出来的结果，大部分的人都说，我的信仰，我的宗教信仰。所以 Koenig 觉得，我非得好好的去研究一下，信仰到底它跟我们之间对在这个医疗上贡献到底有多大。所以后来他在这些研究里头，他告诉我们，他说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坚定的信仰，这个坚定的这个信仰建立了以后，它产生了一个带领我的力量。每一个人他在碰到他的人生困难的时候，都需要一个力量带领他。他说这个坚定的信仰产生了带领我的力量。第二是这个坚定的信仰是这些人他们感觉到这很难说的，但是他要研究这个东西，就会发现说这些人内心里的最后他们表达的是什么呢？是说，他说我这个信仰之所以对我产生这么大，是因为我得到依靠的效果。我们讲皈依，是不是讲今乃知为此事真正皈依处，是不是信其他宗教人也是一样，依靠的效果啊。那么第三个呢，是在这个信仰里头让他产生了一个现在目前生活中他新的意义跟新的目标，产生了新的生活的价值，是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这个新的生活的价值，新的意义跟目标，使他觉得越活越好。那么这个他谈到了这个说，到底是什么力量引领他突破这个困难啊，走出这样一条路的时候，都谈到这个啊，这个宗教，然后就问到一个问题，那你这个宗教是从哪里来的？他说就是从善知识那里，从教友那里啊，从这个法师，或者是从这个啊这个神父或牧师那里来的。那这些东西我们说它都是善知识啊。那么从这里来看得到，越能够找到善知识，能够跟善知识互相的去跟他学，或者是一般的啊信徒跟教友，他们彼此之间能够互相啊的互相关怀的，这样子的结果，研究上的发现有以下几点。第一个，低忧郁，这些人都低忧郁，忧郁的情形都比较低。第二，那么这些人血压啊会比较健康一点啊，不会往高血压走。第三个，死亡率啊跟这个寿命呢啊，就死亡率呢，那么
比较低一点，寿命平均比较长。那么尤其是常常有跟善知识学，也就是大家一起啊，这个产生这个共修的现象的这些呢，那么这个信仰使他在器官移植上他的排斥的效的情形呢会相对的比较少。那么所以这个信仰这件事情啊，在很多的研究上看一看，我觉得各位你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其实你的人生你的各方面应该会变得啊，生活的会越来越正向越亮丽，所以叫佛光普照，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第二个谈到精行不移，这一段经文里头呢，几乎这四件事情哈，那么这个你可以有福有四事哈，你可以积得啥呢？这四事里头，他为什么讲三个月啊？三个月里头哈，这三个月里头哈，不得有世间的思想哈，不得啊卧哈，不得休息哈。那么这个为人说法哈，不得有想要报仇，为什么？各位，三个月指的是什么呢？是指这个佛法里头所谈的啊，就是节下安居的修行啊。你愿意啊去参加一个这个节下安居的修行，或你要在家练一次佛七啊，那么。那不见得一定是三个月，但是这个三个月是针对出家的啊，这个弟子所讲的，那是节下安居，从四月三十号啊，那么到七月三十号，那么这个原则上大概就是那一段时间啊，那么这个那是节下安居的时间，节下安居的时间啊，通常是三个月的。那是等于整个夏季修行的那一段时间不出去，那一段时间不出去的时候念佛也是很认真的。那么这里面呢，你可以看得到这四项啊。第一个呢，就是啊，在那一段时间不得有世间的思想，那是节下安居。我们在家的居士，我请问你能够这样做吗？你不可能，是不是啊？所以你也不可能说你这是这个节下安居都在坐而不卧，你都不休息，都在精进。除了你啊，那么还有那一段时间去做弘法的事情，都不可以，连这种对价的关系都没有。我们一般的人啊，如果平常生活当中你要做到这样，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在家的菩萨，我要告诉你，这里面还是得到很多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么值得学习的地方是什么呢？你要抱着超然的生活态度，不为己，不执着，不情然，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有世间的思想。好，那你能整天都啊，不要说三个月，你能一整天都可以不要有吗？那你去打佛七打禅七啊，那你也许可以办得到。所以你如果去打禅七打佛七，或者是参加一个法会，我希望你真的没有世间的思想，这才好啊。可是我们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各位菩萨呀，你要听我说，我讲个几些例子你就知道，你生活仍然还是要生活在啊，仍然还有一部分要生活在啊没有世间思想的那种观念里头才对。打个比方说吧，各位，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谈，他说我每年缴税都缴好多，我简直觉得好饿哦。我说那你不是应该减税的，你应该节税的，你都去减节税了。他说我也没有什么好节税的，就是要缴这么多。我说那我真替你高兴啊，你就这个东西你交给国家了，国家去做众人的事情，这也是一个大布施啊。
你应该缴多税而高兴才对，而不是缴多税。他是偶然之间跟我抱怨的这件事情，在跟我谈话的时候谈的这些事情，因为他有好多事情锁住。他是我看他才华这么好，工作做得看起来不错，但是他一直有病。然后我问到他说，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觉得你很怄，或者是觉得心里有时候觉得这样很打不开的，有没有？他说倒没有。那比如说吧，有时候有些事情你很怄，他就跟我举了这个例子给我听。我跟他说，嗯，你说说看。他一说到这个地方，我跟他讲说，你应该换另外一个观念来看，这已经不能再结了的，这些不能再结税的地方，这些东西能够这么做，我奉献的越多，而且做这些事情做得越好，这是我的人生应该我觉得喜悦才对，而不是觉得变成我的负担了，变成觉得我觉得叫不甘的样子。他会觉得为这个，因为他正在做这件事情，那几天他心里面又为这个事情也觉得就不甘很哦，跟我提到这件事情，我才知道说哦，连这种事情他心里面都会产生搅在那里的。我说 你要从这样来看呢、啊。我跟他讲，有些人我会跟他讲，你努力的工作没错，也有一点的，你自己在你的工作上做，可是这些做完了你也没有带走这些多少东西，这些东西你还是要保持精进。为什么？你能够精神不移去做这些事情，你能够努力的去做这些事情，也是你来人间去实现你的人生很重要为大众服务的一种方式，把它做好吧。我们不止如此，我们每一个人也不只有为别人，我们要为自己活得欢喜一点，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一点啊。所以这些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仍然在佛法里头告诉我们啊，说这个在这里讲就不得有世间的思想，不，我们在世间生活工作里头，我们仍然还是从念头这个念头里头看到说我们做了不少的事情，超越了这个世间的思想才对。我们的人生，你懂得，你听懂老师跟你讲的话，你才发觉哇，老师，那其实我以前努力的东西也有丰富的价值在那里啊。我说对啊，本来就这样啊。所以你听经闻法会产生超然的智慧，原因也在这里啊。啊，这是第二个。第二个，作息必须正常，是不是？我们啊，这个应该工作的时间应该好好的工作，不得有卧啊。应该努力工作的时间，我们不应该是在那个地方休息，但我们该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好好的休息啊啊。所以作息必须是正常的啊，每天啊作息啦、生活的习惯啦、工作的习惯啦都很好，待人接物的习惯呢，这些东西我们的好习惯我们不掉在这里头来。第三的啊，那么这个要建立的非对价的这种态度，也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随缘能帮助的，我们不应该用一种对价的角度来看待。有的人他一下就想到对价的观念，但是我说我看你还是好好的学佛，或者是你如果有别的宗教，高级宗教任何一个宗教都可以。他跟我讲说我就是信不下去，不过老师，如果你能保证我比如说学佛，然后一年以后评估起来我各方面都会进步，什么东西都会做得好，甚至于事业也做得比较好，如果保证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愿意信。我说我这里又不是在卖宗教的，所以对不起，也不是在卖佛法的，是不是？所以这个佛法不是这种对价关系，就没办法。我这种事情我被问了很多次啊。这个有一次有一个已经是老人家了啊，这个应该他的年龄也差不多七八十的人了，他跟我讲，他说诶，郑老师，我问请教你一个事情。我说好啊。他问我说，这个宗教像学佛
信佛。那信佛本身又到底有什么好处？我说有啊，有很多好处啊。学佛让我心量宽阔，学佛让我知道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生命的究竟意义在哪里，学佛让我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学佛让我的人生知道怎么去生活更好。他说这个东西，你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摸不着的。我就反问他说什么东西摸得着，他告诉我，他说学佛这东西是不是福报多一点哈？那多赚一点钱哈，多福报多一点哈，幸福一点，这样是不是应该有吧？你信那么，你从小就学佛，你能不能告诉我有没有多得一点？糟糕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回答他有，怕他执着在有那边，我跟他讲没有也不对。我说这不，后来我想了一下，不是有，不是没有。他说那是什么？我说那是一个智慧的开启，那是一个喜乐人生的开始。我们能人啊，在这个信仰上，在念佛这个法门上，一定要超越这个对价的关系。你有时候在人生上碰到困难，或碰到什么，你很虔诚的求，可以，你很虔诚的祈求观世音菩萨，祈求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释迦菩萨都可以，文殊普贤都可以一起求，有用没有用？有用，会求的就有用，没求不会求的就没有用啊。用你的去告诉我们的，要我们求，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性，让我们的生活的习惯在这个地方去求，当然效果会很好啊。我们在我们的求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啊所谓的机模认知结构，我们因为从这样子去看待事情，看得更清楚，这为什么会没有效果呢？当然有效果啊。还有一个是无法描述的一种应感的力量，那个应感的力量使我们更有这个智慧去面对生活，让我们更能够宽达，这种事情也是在的啊，怎么会没有呢？是有的。那么所以并不是一个对价性的啊。那么第四个啊，这个最后所谓精行不已呢，就是啊，我们每天都有时间啊，读一点经，念佛，保持自己每天这个功课不要中断，那么这就是精行不已啊。他说如果能够，佛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这个世间啊，这个不得有，不要有世间的思想，我们在世间生活里头的世间思，最后也是要拉到那个不要执着在世间里头啊，那么生活能够正常，而且呢，那么这个能够有一种啊，这个超然的这个生活的智慧，跟这个脱开这种对价的，尽量脱开这个对价的这种态度哈、啊。那么我们在念佛上，那么得念佛啥面的几率就会大大的提升。那么第三个是结伴啊共修的问题。他告诉我们，他说是和会至佛所，我们一起回来到佛所，这里就是佛堂，就是佛所，佛寺也是，一起听经诵经啊。那么心里面不要起嫉妒啊，那么会去教别人过一起来学佛，这些东西叫结伴共修啊。那么结伴共修呢，那么其实我们这么讲，一个学念佛学佛法门的人，结伴共修，就是所谓的结庐念佛，就是大家共同在一起来念佛啊。那么结庐念佛有什么好处呢？结庐念佛我们互相的提醒啊，结伴呢也比较容易精进，互相的鼓励，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在共同啊，那么这个结伴这个共修的这样过程之中呢，我们比较容易产生了结觉有情的这种菩萨精怀。我们各位在人世间，你有家庭，你都是有情的。可是这个有情，因为有结庐共修，所以我们比较容易变成结有觉有情。我们是有情的，可是我是常常在觉悟觉醒的之中的有情，结有情，而且是觉悟过的有情。这个情呢，那么生活，那么会带来更多的幸福跟喜乐，那么叫觉有情的生活。这个我们讲菩萨丛林呢，啊，这个我们现代这个社会里头，大家能够用觉有情的态度来共同生活啊，大家有情没有错，可是我们能是觉悟的情，大家在一起共修，不止共修，去影响周边，影响这个社会，它就变成叫菩萨丛林啊。所以佛光山星云大师在解释这个菩萨丛林的时候，他就特地告诉我们，这个与觉有情的众生形成的这个社会，它就叫做这个菩萨丛林啊。那么透过这个菩萨丛林念佛啊，那么大家共修的时候，念佛的因感就比较大，智慧的开启也比较啊比较容易。那么这个透视的跟极乐世界那个圆满报身的极乐世界也比较容易相应，这个是那么这个结伴共修这一块第一件事情可以积德是啥昧。第二个呢，共修能够产生啊我们生活中所谓的社会的支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共修啊，那么一起闻法，那么去鼓励更多人学习啊，那么彼此之间不起分别心，不起嫉妒，那么这个社会彼此之间，我们就产生了一些好的人际这个支持。人际支持呢，可以说是我们人生里头很重要的一环。我们跟别人能够相处的比较好，而且会互相的关照，互相的支撑，互相的这个扶持，那么这个人他就感受得到的安全感，感受到的这种温暖，感受到的这个内心里头的安定感，就自然就比较多。但是如果我跟别人，我是孤零零的时候，我跟别人没有产生这种社会支持的时候，那当然他就很容易变成失落，而且孤零零的有时候会变得啊，这个什么事情觉得越来越狭隘，越看不开来。那么所以共修呢，会产生好的人际支持，带来了温馨，带来了喜乐，带来了健康。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的，这个一个人啊，孤零零的那种人，跟那个人际网络啊比较大的人，这两组人在实验室里头把它抹上流感的棉花，然后来追踪它的感染率，结果就发现孤零零的人的感染率呢就高，那个人际网络大的人呢他感染率就低，那个孤零零那些人的感染率是人际网络大的那些人的四倍啊。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一个人孤零零的这样子的人，他真的是很吃亏啊。这个念佛呢会讲到结庐念佛，结庐共修，就产生了这一个人际支持的力量，这是净土中里头最殊胜最美好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时候，那么这个人际的温暖会提升，彼此之间意见知识的交流比较容易，感情上的扶持比较好哦，有些东西彼此之间互相啊帮助的部分也多，经济的支持也比较多。这个有时真是这样，你多几个朋友，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容易从朋友那里得到一些互相支撑的一些讯息，
或者是互相支撑的一些知识或观念，或者是有一些实际的帮助，所以这个共修的人也就形成了彼此之间互相的这个爱护。而且所有共修的人在他的平常生活当中，他有跟他就要去例行他跟他的这个同事、他的朋友、他的家人形成一个好的这个支持的力量。所以这个结伴共修的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这个符合现代人的需要，它是叫菩萨丛林，是从这里来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谈到广弘佛法这一块，这里面呢也是有四件事情啊，那么能够积得这个念佛沙弥的啊。这个第一个呢是照相念佛，你要去照佛像啊，这个那么这个画佛像。我告诉你啊，这个照一个佛像啊，佛光山佛陀纪念馆不是刚刚落成吗？哎，照个佛像，很多参与的人，甚至于哈，你就在他整个任何一个东西的领域里头，你去参与了一下，都算是照佛像。在净土宗的说法里头，都算照佛像。你在照佛像里头，你在家里，你拿起用一个比较亲近的这个的这个纸哈，你画了佛像，把它自己画了，画完了也把它挂在那个地方，那个佛像画的是非常庄严啊，那么看起来是那么样子的有摄受力，你那个画得很好，那你把它放在那里，你也是一样。所以古代为什么要造这么多的佛像？所以这个敦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壁画？你知道佛教之所以能够这样子的发展呢，那么它是因为佛当时跟这些弟子们讲，你要懂得画这个庄严啊，这个殊胜的这样子的一个佛像，照这样子的佛像，大家共同群策群力出材料，或自己画，或者请别人画这些东西，那才造成了很庄严的这样子的这个可以观想的佛像。所以这个照相念佛等于是念佛，提供好的布匹来画像，或者好的材料来画像，劝人学佛啊，那么常常去能够维护这个，去护持这个佛法，这些东西都叫做广弘佛法。能够好好去做这事情，你能够积德是念佛沙弥。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很好玩，我在念高一的时候，我想要这个在乡下根本就是非常啊，就是家徒四壁啊。那个时候要请个佛像也不容易啊。那我开始觉得我要精进学佛，然后我就自己拿了一张纸，用毛笔画了佛像。然后把它放好了，把它贴在我家的客厅，然后我自己画的，一张，把它画着，我回家的时候，还会给他合掌啊，这样子，画的像不像？现在想起来实在必须说，不能说像，也不能说不像，就是画了哈、啊，就这样子。那一张这个佛像，挂在那个斑驳的墙壁上啊，也这个刮台风，屋顶掀走了以后，那么他回来以后，我又再把它描一描，再把它弄一弄，又把它挂上去，他也跟了我好几年。有一天，有一位这个佛弟子，我的长辈，他到我家里去，他说：“你那个是什么？”我说是阿弥陀佛啊，他问我说，他跟我讲说，看一看，他说，会画佛像的人，佛就在他身边，你知道吗？
我说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有佛，画一个佛像在身边哈，就不会忘掉佛。我是怕忘掉佛才挂的。他不，佛现在不会忘掉你的，就画这么一个佛像啊。现在佛像很容易啊，你看了觉得跟你觉得你觉得很跟你很有缘的，你就把它请回去，把它挂在那里，就是这个样子啊。啊，所以这个佛像啊，真是很殊胜。我这个家里供佛像，我第一次开始家里供佛像，那是我已经出来做事情了。我在华藏图书馆，景洪师父要我说你就来讲经吧，我就去了。我来讲经完了，那么不久啊，那么这个因为这个出家的法师，就是我们这个一起在那边跟师父学的，他刚好到这个香港，然后他后来到大陆去，他就带他听到我曾经讲过我好想有一尊观世音菩萨，结果他就带了一尊观世音菩萨给我。我觉得他真的很美，我就把它供在那里。我就想了，供在这里，我就去跟师父讲，说师父，我家现在要供观世音菩萨了，师父，那要怎么供才对？要不要开光啊？师父，你什么时候到我们家帮我们开光一下好不好？他说好啊，好啊，好慈悲的，好啊，好啊。然后我就问了他一句，说师父，是不是拜佛佛像一定要开光？他说你认为要那就开光，你认为不要那就，你认为不需要那他本来就在那里，不用开光也开光。我说老师，我说师父，那如果这样就不用了？他说很好，我已经替你开光好了。各位你知道吧，佛像就是拿来观讲的，是不是？你不必那么样子的拘泥那个那么样的一个这样的仪式。当然你那一天你心里面很高兴，你特别啊选一个啊觉得你很喜欢的日子在那一天，那当然很好。但是你有这个佛像，有这位很好的一个信仰，自己感觉到说哇，有了佛像好像啊，那么这个随时都是跟啊我的心中一直都有佛，都跟佛在一起，那么我们的应感就无形中等于很深的念佛的因缘都在这个地方啊。那么所以造佛念佛啊，提供素材劝人念佛啊，这个能够这个护啊，经常的啊常护这个佛法，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接着呢，如果你能够有机会劝人念佛，所以你知道《妙法莲华经》里头说，你能够劝人家来听经，劝人家来念佛，如果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是这个人，我们劝另外一个人啊，也一起都能这样子的话，那么他传到了啊，那么到了几十个的时候，你的功德就已经是没有办法计数的啦。所以，那么。佛呢，在前面这一段经里头，他告诉我们，他说啊，常当热信于佛法啊，诵经啊，念功莫终止。那么，我们佛告诉我们，把这件事情讲得这么清楚。我们这个念佛能积德是啥昧，心里面真正的安定，我们可以跟极乐世界建立的这么一个息息相关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沙弥啊，让我们的心安定，让我们的智慧能够开启。那么这个第一个呢，我们懂得真正的有一个坚定的信仰，是不是？这个坚定的信仰对我们啊这个产生的影响力是很大的。那么特别是华严经里头告诉我们，信为道门功德母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这个坚信不疑，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啊，那么能够啊，这个读经，而且能够不断的去实践，而且在坚信不疑里头呢，
那么这个我们同时让我们的培养我们超然的生活态度，超然的一种智慧，不要陷入这种对价的关系里头，那么作息必须正常啊。那么第三个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呢这个要结伴共修啊。我们有这个共修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在建立菩萨丛林。第四个呢，讲到这个广弘佛法啊，那么透过我们这个合法这个弘法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让我们彼此之间有更多的温暖。那么透过我们的广弘佛法，那么所以我们在照相啊，那么照佛像照事的功德上，在弘扬佛法的功德上，劝人听闻的功德上，就越来越丰富了。那么常当信乐于佛法，那么我们就能够不终止，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沙门。可是这一品经底下啊，那么他往下就对这建立这个啊沙门啊，就可以念佛沙门，他有很长的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啊，第一个呢，你要常读经啊，不要忘了每天都要读经啊，安地受学啊啊，那么这个即当广远，你能够这个每天都能够读经，都能够这个让自己的心胸越来越大越宽广，不会被种种的障碍给困住。第二个呢是念佛，我们念佛啊，观佛的时候要观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啊。那么因为我们观佛住到佛像的这个殊胜庄严，所以我们常常细念的佛，他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表现在他的生活行持上，也同时也表现在我们的待人接物、工作、生活啊，那么家庭乃至整个这个人生的一个表达上。第三个呢是梵呗唱诵，我们那么常持古乐啊唱记，那么乐以佛心，常当娱乐。意思呢是说，这个在佛地的地方，我们应该有啊有梵呗啊，有唱诵。所以你知道，我跟很多人解释过这个问题，他们跟我讲说，那佛光山在这一次佛陀纪念馆落成的时候，有好多的一些啊这个古乐啦，或者是唱赞呐，这些东西在过去可能是没有的。我说不，佛法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这个佛的法地，甚至于这个社会，他需要的是这个啊梵呗唱赞的东西，都需要让每一个人也在那里得到一份喜乐。音乐，这都是音乐艺术，而且透过这个表演也表达了佛法的法义跟故事，所以这。在我们这一篇经文里头，你回去去查，它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啊，常持古乐唱记啊，乐于佛心啊，那么常当娱乐，就是指这个意思。所以我以前对这个事情，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因为我一开始是跟新是在这个雷音寺这边哈、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这个年轻人一起学佛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啊青年团的一些活动，他的带我们，甚至有一些唱哈、啊，就是不再是只有用梵呗来唱哈、啊。那起先呢，我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好像跟以前我们所碰到的不太一样。但是后来我在自己也读经典了以后，我才知道哦，我懂了，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哦。那么这个。这些东西只要它是庄严的，是一个这个美好有音乐艺术启发的，其实它都是美好的。那么这个啊，就当作佛像啊。那么这个佛像呢，应该有种种的这个殊好啊，面目是如此的金光。这事情是这样子的，佛像啊，是越是
庄严，越是书好，你看的时候就感觉到，你觉得就很内心里头，你感觉到更沉静的感觉啊。那么这个第四个呢，那么要守戒律啊，那么不懈怠啊，不贪嗔痴啊，要慈悲，要平等心啊，那么要开发啊，这个我们这个真正的这个平等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啊。第六个呢，敬师如佛啊，那么我们要对我们的师父，对所有的出家师父都要尊敬，那么我们对于我们一起同修的善知识也都要尊敬。勤修六度，因为勤修六度呢，可啊，那么得见不可弗计百千啊，百千佛啊，那么你能透过这些东西，才能够啊得念佛啥面见不可弗计的佛。所以这里面呢，你看起来这些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所以你学佛念佛，你学一点，你觉得这些音乐对你很好的，它并不互相啊这个抵触啊，这样子。那么最后这个地方有一段经文，它非常重要。这一段经文里头啊，它提到见佛啊，不是身相，但是十种力。你看到佛像，看到这些种种的佛事啊，你看的时候并不是看你看得到的色相，而是看佛的十种力啊。那么佛的十种力，佛的十力啊，也就是佛的十号，是不是啊？那么就是佛的种种的智慧，佛的种种的慈悲法相，佛的真正啊，他教我们啊，成就这个醒悟的这种实力呢，那么我们应该是看在这个地方啊。那么闻是法空空，你闻啊听到的看到的这些法，最后都要入于空定啊，所以闻是法要空空啊。那么能够如此，那才是真正的阿弥陀佛的菩萨啊，就如同阿弥陀佛的菩萨常见不可计佛，如是菩萨得啥昧。从这个地方这一段，最后这一段这一品经的经文里头来看的话，最后结尾这个地方他在谈的是空无相无作。什么叫做空无相无作呢？空无相无作就是佛门，就是佛门啊。所以你内心里头保持了这个空定啊，然后你不是执着在这个现象界里头来看啊佛的法相，而是以佛力哈、啊、佛的智慧来看啊。无作是我不产生造作啊，没有造作，我们没有执着情染的造作。那么所以佛门，你看那个佛门它一定是三个，这个门一定是三个门，那个进去的那个三门，山上的山的三门，一二三的三门，那它就代表着空门，无相一个门，无作一个门，叫三门。这就是你入佛门，你进，所以你念佛的时候，有如入了佛门一样，你已经在佛法里头。我最近呢，这个我有一点很深的感受。我每次这个回到佛光山去给佛学院那边去讲课。然后一进了三门，就感觉好像入到了佛的怀里一样，入佛的本怀一样。然后你看啊，它实在好美。佛门进去，看再进，你再看到是不二门。为什么不二？世间跟处世间不二，理与事不二。理跟事这两个不二，我们的理性跟我们的感情的世界不二，所以才叫觉有情。世间与出世间不二，理与事不二啊。那么我们的生活里头有生之脸跟我们永恒如来法性的那个空性也是不二，
因为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我们本来就如如，所以那是不二的门。入到这个门进来，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的走，好像必须要往上提升，一点一点的走，然后看到的是潮山会馆。潮山会馆那个地方，你往下看，你看到一个大的匾额写的灵山圣境。对，你如果朝完山以后回往下来看的话，人生都像灵山圣境了，都像灵山法会告诉我们那么美好了。可是你继续在一波一波往上爬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华藏玄门，是华藏世界。所以你那个一跨出去的就是一个大殿的那个广场，上面写的大雄宝殿，那就是入了佛怀啊。后面是藏经阁，藏经的地方，两边是东禅西进，你看起来就好像入到佛怀里头一样。我们学佛的人到了佛的法地，不管它的建筑是怎么样，你都感觉到到了佛的怀里一样。你进去了以后，这才真念佛，是不是？真正得到佛的恰秀，你懂得它，你就跟佛应感，这才是真正你入到了法地，而你没有空手归。好，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啊，给大家谈的这一品经是四品啊。那么其实呢，它是啊称信又说告诉我们啊，那么这个部分呢，信心要坚定啊。那么透过这个信心坚定，要精行不移，要结伴同修，要广弘佛法，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到最后我们知道，他提醒我们的就是啊，佛门的这个这么重要的这一部分，那就是空无相无作。而且你能如此的时候，你才真正的不是只执着在那个我们念佛的那个六根的念而已，是不是？所以你看到六祖坛经里头讲啊，无念念即证，有念念成学，有无即不惧啊，有无啊惧不惧，常亦白牛车。那怎么这么说？就是你如果执着在你自己念佛这个上面的时候，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容易会有偏，会有偏颇，会产生执着跟障碍啊。那这是有念。无念呢？无这个啊。这个我有念，我这个念里头不是在念我的六根的念，我是我们的慧性的开启，是不是？所以是无念念即证，那个念佛是证的，那个心思念的佛是证的。有念的念，这个念很容易变成执着，是不是啊？那么有无聚不聚，你不要执着在有屋里头，长一白牛车，你就骑在这个菩萨的白牛车，指的是大圣菩萨的这条路上，你真的是在菩萨丛林之中啊，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哈。今天念佛的时候，大家啊要感受，真的是用我们是在四世品里头来念佛。我们用这四世品啊来感恩，来供养佛啊。那么今天呢，那么这个有几个是刘岭金枝跟陈阿胜两位居士是往生的。那么童飞影呢，他是重病待养的。那么这三位这个菩萨呢，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大家啊，这个回向给他们。我们回向的时候，很虔诚的回向完了。你自己如果有所求，也是就那一段时间你就有所求啊，求完了，心就要完全放下来，然后好好的去透过这个感受到我们与佛啊同在。然后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跟佛应感啊，那么就在念佛里头，我们建立了，我们从此产生了我们的
这个信念，产生了我们的精进的信仰，也在念佛里头我们感受的那一份温暖，我们感受了我们这个结伴同修啊，在菩萨丛林里头，而且我们感受到我们自己身体身心每一个部分都是那个如来法界的一部分。好，我们现在念佛。